我感觉这个火锅应该能煮一整头牛进去吧。一元一串的啵啵鸡。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新的 vlog， 这里是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只办三件事，那就是吃火锅、拍火锅、盘火锅，盘一盘整条火锅产业供应链。 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的老外朋友，四川话十级的江南。哎，大家好，我叫江南，我是来自美国西雅图的新城的人，在成都已经生活了快27年了，连我的英文都还不如我的四川话说得好。好，今天我一个四川人和半个四川人，我们现在就要去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的中国火锅产业供应链展区去。 尝一盘火锅，哇！我在四川没见过这么大的火锅，居然在北京看到了。我感觉这个火锅应该能煮一整头牛进去吧。咱们这个重庆大火锅呢，直径是6米的，设置了24个小锅，24个小锅呢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24节气，然后中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圆圈呢，然后就是代表的咱们重庆环绕的那个两条江，嘉陵江和那个长江。 江南，我闻着我身后这个大火锅这个火锅的飘香味儿，我整个身体都想吃火锅。哎，你是想吃火锅啊？但是我忘了跟你说，我是吃纯素的素食主义者。嗯，能不能找到素火锅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一次四川和重庆是组织了近百家火锅的头部企业和供应链相关企业，集中展示了火锅。 前端的包括佐料啊、酒水啊等一系列前端的产业链，所以说你要吃的素火锅，这里也有，不信你就看那儿。哎，有啊，这个没有任何动物产品在里面，纯素的。这个没有什么的，非常好吃，因为还喝过点，开了8年了，以前每天都吃，基本上每天都吃。 咱们吃火锅是不是必须得要有一点小酒？我记得你的酒量非常的好。嗨，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也是专。哦，南哥现在话已经说不出来了。啊，这个酒其实也可以直接喝，只是说它的度数比较高，它也是纯粮料做的，没有经过什么勾调、酱度啊之类的，喝其实也可以喝。 只是特别容易醉。刚刚我们看了很多火锅产业的前端，那你知道什么是火锅产业的后端吗？火锅的后端是啥子意思呢？哎，你想，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完火锅之后，那些废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哎，那这个就是环保的问题。对的，火锅产业要继续发展的话，就必须考虑到环保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去好好了解一下火锅产业的后端餐厨废油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一家以发酵工艺处理火锅厨余垃圾的高新企业。那么我们的主要处理方式是把火锅吃剩下的火锅底料收回到我们厂里面进行处理。那么我们先通过筛选，然后进行发酵。 发酵完了之后，能处理到我们出来3项产品，一个是我们会把火锅里面的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转化成菌体蛋白，作为饲料和肥料的一个原料添加。完了之后，我们所产生第2项产品，我们的毛油是作为生物质柴油的原料卖给了油脂企业。然后我们的水相是可以提炼可以提纯到3%到5%左右的95度工艺酒精。 哎，我跟你说，通过这次，我更深爱中国的火锅，希望火锅产业能够发达、更健康、更环保，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爱上中国火锅，火锅确实巴适。